過去呢幾個月，香港嘅歌影視界朋友都喺網上舉行免費嘅慈善音樂會，為大家打氣。咁而嚟緊呢一個週末，香港嘅粵劇曲藝界亦都有一個全球抗疫喺網上邊嘅免費粵曲演唱會，而且仲一年舉行係2日嘅，邀請到好多香港嘅粵劇名伶，同埋係呢一個粵曲嘅係歸秀唱家一齊合作演出。有大家熟悉嘅吳千峰啦，仔哥曾經嚟過温哥華係好幾次啦，而且我仲有幸係為佢嘅演唱會擔任司儀啦。無論佢喺台前同埋幕後都係文質彬彬同埋博學多才嘅。而另外仲有尹飛燕係參與，咁燕姐亦都曾經係擔任過我哋新時代電視梨園戲曲嘅客席主持，我都有幸同佢一齊合作，喺佢身上亦都學到好多嘢。咁所以嚟緊呢個週末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呢個咁精彩嘅係萬千聲音眾志一心嘅網上粵曲演唱會，而且我哋新時代電視仲會喺5月24號星期日下晝2:30會播出2個鐘頭嘅精彩片段，大家唔好錯過啊！